大家好 ,STDOM, 今次就介绍 Tiny 微鹰124号同埋 Toyota Prado 警车。2018年版有分别。微鹰白胶袋啦。开到门有避震，车牌 AM6995 啦，2019年开始服役。系啊，都系啲好基本嘅红白蓝设计，车尾叫有啲咁样嘅反光。呢架车嘅油粒粒，啲巴士叫做系冇咁油粒粒啦，估唔到警车仍然系咁。哇！个车底好多油渍嘅真系，好恐怖。系咯，架车大致上就系咁啦，望唔到入面嘅啫，两个位跟住，哦有啲防爆网喺后面，系咁大致上就系咁啦，真系好简单，啲车尾灯都系嗰只好靓嘅反光油，几正。好啦，咁今次架车嘅介绍就嚟到呢度啦。中意就 like， 记得 subscribe， 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